来自校园的好消息，111学年度暑期预专期优保送入学成绩放榜。东石高中在110年全国技能竞赛以及110年的学年度全国高级中等学校技艺竞赛，都获得很好的成绩。有三名学生录取国立科大，分别是录取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电机技优专班的陈碧婷，录取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机器人技优专班的林雄宏，以及设计技优专班班的詹祖伟。东石高中表示，詹祖伟在全国工业技艺竞赛车程集锦，得到全国第一名，保送国立云林科技大学设计技优专班。林雄宏在工业科技竞赛应届工业配线集锦第三名佳绩，透过技优保送录取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机器人专班。李丹碧婷在南区初赛和全国决赛双双赢得工业控制一队金牌，顺利录取国立台湾科技大学，成功挑战自我。伊讲真感谢学校老师的支持，也感谢当时无放弃的家己。那尤其指导老师必须要依照参赛的职类去出一些所谓的模拟试题，然后思考着如何让学生这些选手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解答完毕，然后进行实作，然后在时间的竞赛里面呢能够完成作品，这是非常高难度的挑战。这当中包括一些硬体的架设，还有软体的思维、程式的设计等等组合起来，相当的不容易哦。那平常老师呢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，牺牲了很多的假日时间去投入。那我们这一些孩子也都相当的积极用心去学习，希望借由技艺竞赛的好成绩呢，未来能够顺利进入到国立科大，继续精进他的一些专业职能。这是我们很感到欣慰的，那同学也都很努力的往他的目标去迈进。首先我们要感谢学校校长，还有老师，还有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爷爷奶奶对我的照顾，然后还有老师对我的培训训练，才能造就我今天这样的成就。我获得这个工业控制的金牌，然后保送了台湾科技大学。东石高中校长蔡吉隆表示，去年全国技能竞赛获得工业控制一队金手奖以及佳作，电气装配一队第五名。全国技艺竞赛工业队获得两个金手奖，两个优先；农业队获得一个金手奖，一个优先，表现非常亮眼。除了指导老师的辛劳之外，这种的学长制也将技艺以及经验传承给学弟妹，期盼这款的精神会当传承落去。新闻，中来新闻，播主持蔡宏报道。